纯粹我自己很喜欢紫色。我感觉就是百花齐放的感觉，有淡薄像烟火啦。其实边画边自己边有一个感觉，就像是就是演员这一个行业，我们很常经历过一个剧组，一个又一个的剧组，一个又一个的角色，然后试图在每一个剧组每一个角色就是绽放出自己最美的样子。可能就是放出来之后它可能会消失，然后又要再放下一个，但就是希望这些很美丽的烟火都会存在观众的心目中这样子。我是林宇轩，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人说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所以人都要有愿望，人生才有希望。我还记得我小孩的时候说出来人都知道几岁，想要做那个国光号的车长，在那哔哔哔哔，好像那个司机都要听我指挥，有没有？然后长大以后就想要当老师，所以咱心肝内拢有想讲啊，后摆要做啥？亲像妈妈都会想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今仔日要介绍的这出《勇气家族》呢，我就是演迄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迄个妈妈。今仔我的女有来，到底这个女有成凤无？咱再好好来甲访问一下。我在《勇气家族》里面饰演的叫做陈应君，是这个陈家的二女儿。那她这个角色的个性蛮倔强的，然后又很需要人认同。她跟妈妈两个一直都是有一种好像有中间有一道墙，然后沟通一直很不太顺利。以后好去好地方，我要做什么？哥哥啊，哥哥。汪汪啊汪啊汪！笑啊！啊，咱话戏本来就是要灵机应变。演出这个角色最困难的一点，当然就是身段的部分。一开始还不太会的时候，你就是去耍那些不会的东西没有关系。中间开始你会慢慢会，然后到最后要很厉害的时候，就发现哇，进步赶不上了。那因为雅兰姐也对我非常的严格严厉，然后她也希望我在戏里面不要太让人跨跨卡丘，但是就是还有请很多就是这些哥哥姐姐呢一直督促我，然后教导我这样子啊，还好终于最后有拍完。对，我去报名参加歌戏观摩会演比赛，并算通过啊。没那样的，那是咱保健社大家出，咱用来参加比赛嘛，算是爸爸的心愿。我没那样的，没那样的。妈，其实像我这一辈的，对于歌仔戏的了解真的非常少，因为我们这一代都已经开始哈日，后面开始哈韩。可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唯一的原生剧种，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多去认识它，包括像台语一样，我们要多去认识它，多去传承它，它才不会消失。那我觉得《勇气家族》是对于年轻的观众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歌仔戏入门的一个戏，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然后来体会歌仔戏般的生活，然后甚至是体会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个勇气。然后尤其这是一个歌仔戏职人剧，是全台湾第一部，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欣赏。欢迎勇气家族的女主角之一林宇轩，欢迎。大家好，我是林宇轩。其实戏里面你是陈雅兰嘛？有一点点原型。原型啦。要这样讲会很心虚。会很心虚。对啊，哪有你那么漂亮？哟，哦，这么刚刚我恭维啊，一个节目都想出来。来上节目的时候都不大敢跟我讲话，尤其在拍戏的时候。啊，今天你是第一位大来宾，来问这部修身的是爱画图啊，我要看你画这张图，哎，蛮有绘画天分的呢。真的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会画画，比我画的好太多了。你对演员的梦有坚持很久吗？其实一开始本来是没有想说要当演员的，只是觉得对表演很有兴趣，但一开始最主要是很想要当歌手，对，因为就是超级
超级星光大道，对，因为妈妈是歌手这样子，所以看着妈妈，从小就很崇拜妈妈，就想说要跟她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歌手。但因为就是时代不一样，那现在其实演艺人员不管是歌手或是演员都大多都会就是演歌两栖啊，或者是全方位，对，全方位，就是你能多做什么你就多做一点这样子。那也是音乐机会下就开始接触戏剧，觉得自己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就对演出一点心得来这样子。可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有很多坎坷啦跟挫折啦，一定要像我们这个勇气家族一样，一定要有勇气才能坚持，对不对？你接触这么多戏剧，我知道你也有演过舞台剧，那你有想到说你怎么会突然间来接这个庙口野台歌仔戏？所以你从你是一个不是专业的演员，你去看那个庙口那个野台歌仔戏的演员也好，那个生活形态也好，你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在接勇气家族之前，我对于歌仔戏这块真的没有什么涉猎。然后因为从小在台北长大，其实我们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看得到野台戏，因为中南部比较密集一点这样。那因为接了这个戏，我就想说好啊，好好认识一下。我有一天就自己跑到台南去，然后我就跑去台南，然后去看那个音译歌剧团的演出。哦，就你大哥的那个剧团。对，我去了文娟姐那一团，也去了玉中那一团。对，然后我就去看他们在庙口的演出，去看一下什么叫做野台戏，然后他们板身啊的流程啊是什么，他们在后台化妆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你只是看我。你还不够胆呢，人家庄海勋有上去演呢。我也有上去演，但是真的，因为文娟姐就说啊，你来，还反神懂，就直接把我随便画了一个妆，绑个头发。我们戏里面那个最八仙的神懂，对，然后就是跟着王母娘娘走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就跟着她走，然后你就在旁边笑这样子，也不笑，就不因为不会讲话，所以我就只能在那边这样。有啦，谁说没有话？他有就是，但我不会，我那时候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你连呼吁都不会？不会，我本来只是想要去看戏而已，结果他们就把我抓上去演了，这样。他就说，就是来扮身，然后顺便就是有一点祈福的那个意思，这样子。他扮神明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那也是真正踏上那个舞台啦。对，但因为锣鼓点听不懂啊，然后你说要走什么，就是我光是要去哪里要干嘛，我都不知道。然后但就是跟着走去感受那个气氛，然后他们拿糖果给我就往下丢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感受整个被你杀中了多少人？没有，用撒的对，用撒的，然后就觉得那个跟台上台下一起互动的那个感觉很棒，然后而且又是在扮演神明，就觉得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做这件事情，演戏给神明看，然后帮观众祈福，这件事情是很有福报，然后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台湾地震很多，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众神保佑，然后很多就是在台湾算起来应该有几百个野台戏的歌仔戏剧团，他们常年就是都在宫庙演出。那像你说的这个板身，除了说祝贺就是这个宫庙的神明的圣诞之外，亚腾啊就是在赐福给很多台下的观众，所以以前啊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很多人疯狂的来抢，那如果说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怕会被踩压到，所以我们都尽量能够丢很远就丢很远，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在负责一个稳定人心的一个工作。那你觉得会很辛苦吗？从你的角度去看很辛苦，因为其实就是像刚刚讲，它其实除了农历七月以外，基本上都是大月，因为台湾神明这么多，然后每个月都有神明生日，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各个庙口在帮神明祝寿，演戏给神明看，还有包括信徒还愿的这样子。然后那个戏棚其实很闷热，对，然后如果是真的碰到天气，你只要超过27、28度，那个后面整个就是血红红，刚刚三温暖的。然后他们每个人的戏服啊什么的也都很厚重，对，再加上如果要打，哇，那个我其实都很难想象。真的要做这一行，你要有多好的体力这样子。对，你光是
平常的便服待在那边都觉得哇、哦、好热哦，快要中暑这样子，但他们可能得要待在那边一整天或两三天这样子。哎、欸，那你应该有看到后台他们有小孩子吗？有，对不对？有，他们小孩子都会睡在那个桌子底下这样子。桌子底下？因为我刚好是有，我还有去看他们大戏，就是在那个、嗯、在台北，然后。嗯，他们就是大戏，然后那个桌子就这样排整排，然后小朋友很多，通通都睡在桌底下。嗯，对，就是也因为人很多，所以可能也没有地方让他们到处乱跑，就是在桌底下放个篮子什么的，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里面这样子。对，其实跟着戏班的小孩子，就比较胆子会比较大。嗯，因为。比较科学的说法就是说啊，他们看过很多啦，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风吹雨打、日晒啊、嗯，他们的意志力啦，或者是说跟人接触的面会比较广一点，嗯、所以卡北更轻。但是呢，要上台一定要点一个红点。对，在勇气家族里面，我们就有呈现这一点。嗯、那个是一个 Q 丢啦，就是说，安尼伊那伊当时啊。熊熊困醒，看到爸爸妈妈，还是看了阿舅，有点伟咖那个吗？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扮一些花脸、嗯，他们担心他们会害怕、嗯，所以点一个红点呢，就可以消除他们心里的那种，就让他们比较安定一点。嗯、所以其实戏班里面，你如果有机会再跟他们走的话，我现在是因为我母亲的剧团已经没有了嘛，嗯、啊不，其实内底禁忌足侪，像恁咱咧藏红啊啦，是咧藏人头，迄、那个浪拢袂用个坐。袂用坐，对，这你应该有。我们就是在拍戏的中间，雅兰姐都有跟我们讲。对，就是既然你到这个剧团，就不要去犯一些禁忌。嗯、然后我们还有请了田都元帅，也就是戏神，在我们的侧台旁边，就是保佑这个剧团可以平安。这个是宇轩的初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哈、她对歌仔戏应该不算陌生呐、啊，但是呢，真正叫她上台演出的时候也是有一点难哦哈、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介绍这位新的演员。你们的肢体语言动作，你也就不用太客气了，真正戏曲毕业的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就在等你说这句话。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节目呢会既热闹又刮噪。除了勇气家族呢，我的大女儿林宇轩之外呢，先来介绍我的二女儿，她就是这些人那些人的这群人的郑英生，欢迎。我是郑英生。到底是哪里人啊？我是高雄人。那你那个不是那很红的那个是这群人？这群人啦。英生其实在那个这群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因为那当时很红的时候，就有人说：“你看看啊。”我就看他特别的出色。然后呢，接下来就在一个舞台剧，跟曾国城、陈晨，还有那个大鼻子那个成龙，那个谁，聪哥，然后一起还有美秀嘛，美秀姐，对，四个人就演了一出舞台剧。我们歌仔戏干嘛那么累啊？一次就那么多人，然后四个人演一台戏，然后刚好被邀请去看，我就发现了音声，演得还不错呢，真的吗？对，所以就主动点名他来演我的二女儿。太开心了，我谢谢虫虫哥邀请我参加这个舞台剧。我刚开始还有点抗拒舞台剧，你还是抗拒勇气家族？舞台剧。为什么？因为我会怕我做不到，就像你讲四个人。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好纠结哦。然后又要讲一些很像脱口秀的东西，所以我就很紧张，但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接。你要想说三个都那么大咖我就是觉得说那前辈可以带领我做一些某一些不一样的突破啊，我就是因为看这样的心情去的、啊。但是从我们在看的感觉，就是你不会比他们逊色。真的吗？对，因为你来上我的节目，我知道这样。
哦，没有啦，开玩笑，这一套很好，没有没有。其实看得出来是出生之赌不畏虎啦，就是还蛮能够驾驭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后来又看了你的履历，好像跟歌仔戏有关系。就是您也是读戏曲学院的嘛，哈？对，歌仔戏科。所以宇轩，你跟他比起来，你们的肢体语言动作，你也就不用太客气了。真正戏曲毕业的也没好到哪里去。我就在等你说这句话。喂，读了几年？他招式真的记得比我快。我练的比较久呀。读了几年戏曲学院？两年而已。两年是？其实我才读两年。高中系还是大学系？专科。问一下，为什么会挑选歌仔戏戏曲学院？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他也是个表演，因为我其实北艺大、台艺大那种考不上嘛，所以老师就建议我说，你可以去读读看，跟表演有关，因为我们喜欢表演，然后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我又喜欢跳舞，然后我喜欢演戏，所以其实歌仔戏是集于一身，然后我又是高雄人，我又很会讲台语。我就说，哎呀，我应该是很可以驾驭。恁起码拢来讲台语看卖哦。哦，无问题啊。其实戏内底，用戏家族内底，我嘛是拢总讲台语啊，啊算讲了袂歹啦。对吧？自细汉到大汉，迄是简单的啦。啊，结果呢？你敢那伫个戏剧学院内底，敢那是去混饭吃的吗？其实是，嘿，我拢翘课。是安怎？是迄阵怪物太忙了。困过头。哎，对啊，早上不是很早就要起来练功吗？没有。讲一下你们的课程，讲一下你们的。我们课程就是呢，我们都会有毕业展或者是成果展，然后我们那个成果展呢，老师就要有一个剧本让我们按，例如说陈三五娘的剧本，啊，我在里面是修小旦，所以雅兰姐，我不会耍枪是正常的，因为我那时候在里面演的是小旦，也不是花旦哦，就是小爪修，就是青衣那种哦。看点耍那种，对啊，你这么活泼，然后叫你演青衣，你怎么稳得下来啊？那个时候我就是演，可能是哎花道陈三五娘不是演那个鸭唇啊？嘿，对对对对对，我演那个丫鬟这样子。哦，那丫鬟也是算花旦啊？对啊，就是对我老师眼光是没有错的，不会让你演舞娘啊。对，老师以前很喜欢我，我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专科生。然后呢，专科生他们就是都会，就是表现的都会比我们还好嘛。结果他就挑我出来演那一个花旦。然后我就翘课，你知道吗？老师之后对我失望透顶，就把我给换掉了。这么好的机会，你居然敢翘课？对，你是不是不学无术？对呀、啊，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可是，骄傲什么？对啊，那你为什么敢答应要接勇气家族？你知道这是一个算是庙口野台歌仔戏戏班，对啊，要真枪实弹的。你哪敢讲？我哪敢，因为我以前就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是去野台戏班哦，打工的，打工我们一天就几百块，对不对？那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有一个男生，他就是专门在跑这个野台戏的。对，他就说他算你的经纪人就对了。不是，他就有一点在空腔拐骗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缺人，他说哎，还是你们要来那边打工。然后我跟我的团员展荣、展瑞啊，还有东仔啊，我们就说哦，好哎，那我们就这样放假还可以在一起这样子。我们还以为抱着很开心的心去玩，没想到那个真的是累得半死。累干嘛吸口水啊？刚刚宇轩已经说过了。那个既闷又热，对，然后野台很辛苦，野台还要就是庙方没有给你地方坐，说我们那时候还睡戏台上，对啊，都是这样子、啊，对，都睡戏台上，而且我们赶路的时候，从这一点要赶到下一个点，他们可能是一个南一个北，然后要晚上开夜车上去，我们是没有地方睡觉，我们被载上去是跟道具一起睡的。就是坐卡车在车上的时候，对，我那时候因为我对我的生命安全其实很重视，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东西砸下来就会死掉。我们都会绑得很好啊，哎，真的绑得很好，对啊，完全没有砸下来。但是挺康挺康，你还是会怕啊。太有经验了，所以因为从历史有历史有那个浪掐，对，那个叫做浪掐以来，大家都知道怎么样绑比较结实，对，也。毕竟演员也就是那么几个，千万不能有受伤。我们没有那种 A B 卡的，对，你即使受伤都要上台去演出，所以都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确实真的连野台都搭得很牢。对，而且都是那个演员自己去搭的哦，我跟着那个班。嗯，对啊对啊，都要自己搭。嗯，所以很辛苦耶。嗯，所以我其实哈，都一直想说，在戏曲学院上课的学生们，我都很建议他们去参与野台戏。嗯，为什么？因为教科书教的东西跟你实际老师教你的，比如说基本功什么的，其实到了野台戏上面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因为野台戏上你要演活戏，就是可能简单给你讲个剧情，你要自己靠你的脑袋去编排出整个剧情，然后可能还要唱词，唱词还要四句甚至八句十六句这样一直往上叠，然后还要押韵。嗯，对，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戏曲学院的学生都能够有机会都去就是外台戏去客串啊，或者是去学习。嗯，这样对他们之后的底子会比较扎实。我如果没有经过以前我父母亲那个剧团，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编词。哦。嗯，对，他们都现场自己唱的。对，像现在比如说我公演的牛郎织女啊，或者是嘉庆君啊，或者是就是电视剧啊，我多多少少会自己写一下词。嗯，如果说我觉得因为演员对自己的角色，比如说我们拿到角色还是会为我们的台词加分嘛。嗯，就投入自己的角色，那我们会在歌词里面投入角色。哦，我如果没有经过那个野台戏那段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有这种创意。哦，对对，有点每个都极致歌王啊。对对对对，反应很快。真的每个都极致歌王。然后现在要考一下音声来。哎，要考试编排一下。你不是演过野台戏了，那就可以了。你知道我都演什么吗？演什么？剧里面的地瓜，都是跑龙套。地瓜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讲话。啊，你就这样就满足了，没有一点野心，没有想说。小兰姐，你要想哦，你们去野台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很粗，就是很新鲜的弟弟妹妹去？卡吉古纳的角色，什么叫很新鲜的？新鲜的肝，新鲜的肉。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野台，我们第一次去，就像你讲的，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不是就要上台了吗？嗯，你们前一两个小时才在那边讲戏耶。对啊，他讲的戏，你觉得你听得懂吗？你完全听不懂哎！我那时候连什么火力熊滚出来，吃醉里醉，我们觉得什么吃醉里醉，你们学校也没教？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没。嗯，然后我们想说什么，然后他全程讲了一个我完全听不懂的台语，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什么借其实中公权啊，还得上面什么就开始讲角色的名字，然后那些书我们没读过，嗯，因为故事不知道，故事不知道，然后名字什么啊，那个包川什么什么，然后他讲的那个台语是我一般从小到大我爸跟我讲的台语是完全不是那种文言文的。嗯，所以你会一句都听不懂。嗯，然后结果要上台了，我们化好妆，然后我们全部真单在错，想说完蛋了。他刚叫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然后就会有老的叫我们说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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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出去之后也不知道干嘛，就瞎站。然后他对，就瞎。啊，他没有编排好吗？没有，野台戏他有编排好。不是，他至少像你们这种身手啊，就是一定要告诉你说啊，你出去你可能徛伫个倒手柄，因为文武柄你绝对听不懂。就这样而已啊。啊，对啊。出去。嗯。带你卡一饼，而且卡一饼之后连站姿都不会。嗯，啊，我们就这样，然后布幕里面的老人就会说你们要这样，然后我们这样，就马上现学现卖。对，就是当下教你。嗯，然后那个将军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要进去吗？还是怎么样？有一个动作，他说怎么带骂什么之类，就要带骂，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带马来，还要骑马走了，我们以前都听不懂。然后带骂，然后我们就要走了，然后我们也不会走，然后全部这样。在布幕里就叫我离开，我说哦，离开。李轩是倒位啦？我是台北人，啊，不过我们厝内底拢讲台语。嗯，不过你台语讲了就好了。看了后嘛是难逃法眼。对。哈，今年呢，我爱个录音，每一场戏我都要把台语很标准的台语录给他们听。走了，然后我们也不会走，然后全部在布幕里就叫我们离开，我说哦，离开，很恐怖。坦白讲哈，这种情形不能发生在我们家的剧团。
我跟你说，因为我那时候被分配到非常边疆的剧团。因为这样子是不合格的。嗯，对啊，我们有可能就是拆团的时候可能板身，就像刚刚宇轩说的，嗯，跟着王母娘娘旁边。嗯，因为你如果在扮三仙的时候，就是福禄寿啊，然后小生小旦跟一个李铁拐，就不是啊，那个魁星啦，啊，就这样六个人就可以扮仙。如果拆团大日的时候，比如说妈祖星啊、观音妈星啊，嗯，有时候真的太多庙在演戏了，你剧团根本就是来不及，然后拆团呢可以赚多一点嘛，所以六个人就可以。可是如果庙方指定要扮八仙，嗯，你最起码要八仙啊，对，然后还有一个王母娘娘就九个啊，嗯，旁边还有金童玉女就十一个啊，嗯，那你有时候拆团的时候不可能有十一个，你顶多是九个人，嗯，然后你就会找两个像宇轩这样子的来站在旁边，然后跟出去跟进来不用讲话，这样我们剧团敢啊。你如果真的说让他上台说哦做吉古娜，吉古娜不是没有 pose 的，有啊，对啊，我知道很会做吉古娜啊我也是很尽心尽力在学习啊，也是我们宝盈社歌剧团的当家给古娜雅兰姐，我跟你说，他们把我分配到那一团，他的旗子不是挂他们剧团的名字是哦，他们不敢挂自己的名字，算拆团就对了。他们拆团，但是因为他们这人真的太短缺了，嗯，所以我朋友就我同学就把我骗去啊，把我们骗去，嗯，就是凑人数，嗯，对啊，然后后来看我们真的烂成这样。然后他们阿姨就说：“哎，你歌仔戏科吗？”我说：“我们没有教这个啊。”还好，对，在勇气家族里面，他也是，不是演专科的啊，他也是喜欢想留在妈妈身边帮忙，但是他刚开始来自己说自己的角色好了。哦，我是映月这个角色，然后呢，其实就是从小到大陪妈妈一起长大的，然后也没有想陪妈妈一起长大，妈妈陪你长大吧。可是他也很孝顺，他没有想北漂啊。啊，对对，他想要留在你旁边啊。然后他，因为我觉得那个野台的一个很优秀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家庭向心力非常强。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心有被妈妈影响，他一直想要留在家里帮妈妈这样子。就虽然他很尊敬妈妈，但是其实他是最小的，他又是敢最跟妈妈顶嘴的，然后塞奶，对，塞奶，刷杯啊，今天吃靠脸，对，所以就较敢跟妈妈依哦。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妈妈也比较包容小的，嗯，因为我在家刚好还是最小的，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剧本就说，跟我也有点像，嗯，对，但是我从小是不跟大人顶嘴的。哦，我要是有委屈，我就是哭，嗯，哭给他看。所以你长大变很多，哎，人家女大十八变是变漂亮，你是变叛逆，哎，是不是？就比较敢顶嘴一点，但是不是那种大吵的顶嘴。他说：“后来你卖个贡啊，会这样，嗯，就缓了就缓了，你卖个贡啊，这样算顶嘴吗？”算还可以啦，嗯，还没有到很不孝顺啦，不会大骂，我还是不会大骂，嗯。但是因为我们选了阴森来演这个角色哈，就是半吊子的歌仔戏演员，然后我们运用了他的特色，就是那群人这些人的那些人跟这群人啊，就是他在现场啊当直播主。对，其实直播主我有点没有那么擅长，但我知道网络的那个美感。对，就是想要渲染出去。对，我在里面就是想要渲染家庭的这一个剧团嘛，想要让更多人看到。那殊不知，因为我也是个半吊子的直播主而已，啊，所以我那个观看人次可能也没那么多。其实对家庭的剧团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嗯，所以妈妈有时候会希望我认真的去学一些东西，有比较有用，因为比较年长的长辈通常不懂新世代的网络的渲染力可能会有多大，这样，嗯，所以他那时候可能也觉得说，龟刚底下在直播，也不知道都在干嘛，嗯，会觉得我在玩啊。我觉得大人的想法会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出戏就是说，除了要表达宫庙文化，还有歌仔戏文化之外，我们还很贴近现代的生活。对，然后在里面营造一些就是你现在可以感受得到的语言跟行为。对，所以在4月21号。知道什么时候要播吗？知道，晚上8点在公视台语台，还有晚上10点在华视，一定要来看这个大女儿跟二女儿的演出。全程你拢是讲台语啊？对。拄只阴森讲伊台语无问题，其实你台语下港腔也不哩个重嘞。当然啦。刚才咱是南部剧团。对，我到高中
我甲高中拢讲台语，跟同学也是讲台语。同学袂使跳国语啊，咱那规全程即马开始拢台语啊。好啊。观众朋友检验一下，看你台语好无？就阿你看，要考语轩呢？没啊，没即马要考。心虚啊！我心虚啊！我想讲，我爸爸哪里搞针对我？宇轩是倒位啊？我是台北人，啊，不过阮厝内底拢讲台语。嗯，对，你台语讲了就好咧。诶，卡那好，嘛是难逃法眼。对，哈，诶，今年呢，我爱个录音，每一场戏我都要把台语很标准的台语录给他们听，是因为我是修专业吧，有足侪专有名词，我是平常时拢不会讲。对啊，当然是今嘛是自然语啦，但是哈，有当时啊，你家己呐背背，哈。人都会听不清楚，其实关系就是你爱让人卖看礼貌，亲像我现在在讲话，可能真侪人唔免看礼貌，伊就知影我在讲啥。但是恁两个讲话真有可能，人若无看礼貌，唔知影恁两个在讲什么代志。哇，拢怪伫台北受苦，台北拢讲公语，公语是啥？讲公语啊，国语，国语。干啦，这个国语，国语啊，对啊。安尼，我来问你，你拍《勇气家族》这出戏，你感觉让你上大的挑战是啥物？就是上大的挑战哦。就是挑战，还是无感觉有挑战，还是来算尔。干哪有一个压力较大？就是要朗唱，朗唱的时候，其实阮有准备呢。你把酒对他倒绿看，不啊，我加掉。讲伊伫个歌戏科两年，竟然袂晓朗唱，我是不甲你好好老师讲。小段呗。哦，啊，演技啦，是讲，其实我感觉，音声不离啊，适合这个角色啦，就是他很放得开。对，对。迄个套路的时阵啊，上紧张啦。就套路的时阵记袂好，你知无？啊，较早嘛无。你是无早套过来呀？无。啊嘛，才进两三，进两三，进两三。我咪，我你讲个就简单，是进两三，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对不对？对对，那我进两三，进两三。五两三，对啊。十以上我就都袂记啊。安尼你是变哪记台数？啊，我台数就是。台词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很自然的东西，我就是知道这场我们两个对话要说什么，那就很自然的东西，这是一个套路啊，跟数学一样，你知道吗？数学我就是很软的，它也是一个公式，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对，数学不会就不会，人像公式不会就是不会，不会就是不会，它就是一个公式。对哦，就搞就搞，我们家是人间卫视，我们是公视，公视是伫咧报报出出来，才是公视。拍谁拍谁？其实我们三个对戏不哩啊济啦，但是恁姊妹啊对手戏搁较济。恁两个头一摆合作。对对。第一出戏，以前伫演艺界，拢毋捌相当过。无啊，伊都是网红啊。我都是拢咧看伊演戏，所以我对伊算是就。算是熟悉吧，袂讲足成分嘞。啊，伊唱歌啊出来啊，真诶，你看资料诶吧？无啊，我知伊唱歌比赛出来。唱什么歌？伊比赛唱什么歌？伊比赛唱啥歌？我唔知。唱歌啊，唱歌啊，唱歌啊！伊之后唱诶拢是舞台剧吧？对啦，对。对，那你们第一次合作，你哪那配合配的默契？我是真正当作伊是姐姐呢，系啊，伊就真正就像妹妹啊，系啊，我嘛感觉都像伊妹妹，无特别去配合啥呢，因为其实两个互动都是做主人的，伊就做成熟的尴尬，你无尴尬吗？老咧蛋呐，对吧？我是角色的关系，我是讲伊的行为举止其实就成熟的，我是角色的关系啊，因为应军都是爱较有班，爱较会晓想，所以伫个妹妹的面头前都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加少会晓的安尼。你两个是配合得真好啦，甲大哥敢那得较无感情啦吼。大
大哥无来，讲大哥的歹话。是大哥，伊都有囡仔，佮有某。伊较伫咧家己的世界内底，对啊，伊有家庭，有家庭的，佮想要做好手。对啊。其实这出内底演员，大部分拢有搭上舞台。像刚说英生有演那出叫什么英雄，跟慧眼是英雄，慧眼是英雄。那宇轩是也参与过很多部的舞台剧，再会把北投人间调整系列这样子。那你以前都没有，从来没有踏过舞台吗？在那之前除了参加比赛以外，学校的那种、就是、歌剧。对，就是表演艺术科难免也是都会有那个是期末的展演什么的、我们也会有类似像音乐剧或是话剧的演出这样，但我也是都在旁边演一些蝴蝶啊、女佣啊，蝴蝶也要你演？对，我妈都说我三年念华冈艺校三年，她花一年花十几万让我去跑龙套，她觉得浪费钱。对，但就是后来开始演电视剧之后，就会觉得哦，电视剧的生态它很速成，有时候你演完之后不见得会知道你刚刚演的东西到底好还是不好，就要看播出之后才知道。所以你是先演电视剧，我先演电视剧，然后再去舞台剧。对对对，就是真的很多一些表演的技巧都是从电视剧里面慢慢懵懵懂懂，然后看着前辈这样学起来。导播 take 镜头漏了，然后导演就说：“哎，等等等，要补镜头。什么是补镜头？侬跟我瞎话呀？”阿婆吓破啊！现在在包镜头，对，他是要补镜头，就补我中间可能有什么特写没有拍到的啊。慢慢会接触到一些真的很厉害的剧场演员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他们做得到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好像很厉害。举例，就是同样是哭戏，或者是同样是情绪很重的戏，他们可以做出很多的层次，或甚至是他们的爆发力跟弹性很大，然后我们就会相对的比较小，或者是比较缩，就他好像会被人家讲说放不开这样子，但他们就会有很大的能量跟很会运用肢体。我就很想知道剧场演员到底都在干嘛。那你刚开始去参与这种再会吧北投啦或者人间条件的时候，你事先有经过训练吗？我们在编排戏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导演啊老师啊让我们就是做一些剧场的练习。然后比如说包括是肢体的开发啊这样子，就在让我们在地上滚啊，或是甚至从走路开始练习。对，然后就发现我们走路好像会有点同手同脚，或者是怎么好像有点僵硬这样子。本来就很正常，可是老师一讲就变成叶启田就对了。对，嘻嘻，他们就说我们每个都很像那个阵头里面那个大神昂啊，每个都这样子走路这样。对，就是一被提醒之后反而整个人会变得很奇怪，然后会不知道怎么样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去展现你的肢体这样子。对，然后但就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训练，然后再加上尝试很多，一直演，你才发现原来同样的戏、同样的剧、同样的剧情，一个角色它可以长出各种不一样的样子，然后根据你的对手戏今天的状态不一样，或者是这个场地也可以给你的感觉不一样。你们容许说对手演的不一样，或者是自己去创造另外一个感觉吗？因为舞台剧应该你们都练很久。对，那我不是说一定要一板一眼的啦，但是你们有可能会再特别自己创造出台词或者是怎么样，你们可以这样子吗？我们歌仔戏舞台剧是可以，当然是不会偏离掉太多，但因为有时候会有突发状况，像譬如说今天一个演员拿给我一杯水，我讲一讲话，那个水突然就洒出去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在演出当中怎么办？然后你就看到旁边演员那样，就怡然自得拿起场景里面的卫生纸啊，没事，擦一擦，擦一擦，大家就开始想办法救场了，完全不影响这个剧的走动这样子。那他其实舞台剧很有趣，就是今天这场演出他牵一发动全身。今天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trouble 出现之后，后面有一些人的那个角色的状态就会起一点，就被开发出来，起一点化学变化。对，或者是说突然好像因为这个有这个 trouble 过了之后，我好像偏放松，然后我的那个
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跟平常不太一样。不会太放松吗？就说哦，这样也可以过。也会有医生就会这样，也会有太放松不小心笑出来的时候这样子。对，有时候应该要憋笑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他突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的时候，你就想说，等一下这是故意的吗？就开始捏自己大腿这样子。对，因为你们像再会吧北投或者是人间条件，它都有一个规范在里面的，所以我才问说啊，可以任意的去表演吗？像阴森他们那个是。哎，弄得软硬。谁啊？哎，哦，我没有，他其实是可以跟观众有呼应的嘛，或者是说看观众表情，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比较没有那么自私化，对不对？脱口秀的那种概念呐、啊，对，而且偶尔还会拉观众上去，或者是特别来宾上去，对，就是互动式的舞台剧，观众是会上来跟我们一起演戏的，对。那你们两个觉得说，哎，阴森除了勇气家族以外，演过电视剧吗？有，哦，都没有印象哎、欸，啊，托尼少女，托尼少女啊，高塔公主和我的十七岁就追呢。哦，你多比了一个手指头。有了，还有八级少年呐、啊，哦，很多啦。好啦，那你们觉得说在电视剧的演出跟舞台剧的演出，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方向的演法？我自己比较喜欢剧场。对，因为其实剧场让我觉得很自在，是观众都离我超远、然后我可以在因为有时候拍电视剧压力很大，是你前面就是摄影机，然后旁边有灯光打板，然后什么东西，然后蹦蹦就在这里。这个情绪只有雅兰姐自己可以，每次我在剪接要哭就哭。对，然后呼吸那么近，有时候你那板这么近，然后那个灯光是这样，人家边嚼槟榔边这样看着你这样子，然后你要哭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我不是要炫耀了哈，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习惯了，就有我跟太保演戏，演一对夫妻，然后呢，我有两页台词，从我先拍，然后那又是情绪戏，又是哭戏，我在跟他抱怨什么，然后都是我的台词，然后他在我旁边先拍我，然后他可以看着剧本帮我对词，然后轨道。两台机器对刷这样子，我可以，它掉词了，我要把它捡回来，然后我还可以看到那个摄影机已经没有电了，你然后我情绪还在，对，所以啊没电，你有提示它没电了吗？啊？我知道它一直在闪啊，一直在闪没电了、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对着镜头或者是怎么样，只是导演卡了以后，我就跟太保讲说，那个金马奖最佳男配角讲说，哎，你看着剧本都可以给我跳词哦。所以我是还蛮适应那种就是机器啦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从以前我刚开始野台戏加入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完全对四机作业完全不了解，然后呢一咖我第一次加入杨丽花歌仔戏的时候是演一个将军，就耍剑，然后剑耍完以后可能导播 take 镜头有漏了，然后导演就说哎哎等等要补镜头，什么是补镜头？我跟我吓破了，啊，不吓破啊！现在在补镜头，补镜头，对，他是要补镜头，就补我中间可能有什么特写没有拍到的啊。所以从那时候，杨阿姨就教我们说，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尤其要给导播一点时间，他可能有一句话。你讲完之后我们要等一下，等灯亮，等一下，对，等一下才能反应，所以我们对这个还蛮适应的。那你就不适应？也不会不适应，只是就比较喜欢大家离我远一点。就是太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压力，尤其是如果今天要哭戏，然后大家就说哎现场安静了，我们等演员，然后就觉得天哪完蛋了！我要是这个时候不哭不出来，大家不就等演员这句话压力很大，好可怕！我后来就是跟工作人员讲说，你们就忙你们的，然后该抽烟抽烟，该干嘛干嘛这样子，休息就休息，然后你给我两分钟的时间，都不要理我这样子。但在舞台演出，就是因为它就是一整条情绪连贯的，对，一整条。然后当你只有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会有一种哦，我镇住全场的感觉，那个很爽。
对，我会比较喜欢那个过程。那音声呢？我两个不一样的感觉。我就是舞台剧真的是有一个哇，大家在台下看我，屏息以待的看我那种感觉，然后掌声，哇，然后掌声，对，享受现场的氛围。然后剧场其实向心力就跟勇气家族一样，很强。就是你跟演员的互动，因为我其实之前也去唱过陈哥好几个节目，跟他就是有个距离。可自从这个舞台剧，其实也没有演太多场，但是就跟他们很熟悉，看到他们就像家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部跟舞台剧真的很像，我看到雅兰姐会觉得说，哦，我看到雅兰姐就很开心，对，就有个看到亲人的感觉，对。然后像电视剧，它我可能就是以前都是拍我们的影片影集那种，对对对，刚开始一定是不习惯，但是后来因为我们都是机器一直对着我拍嘛，后来我就很习惯了，对，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在更新我们的影片，所以我后来也很习惯那个镜头，但是镜头确实让人家觉得比较冰冷，就是他这样看着你，但你就要有很多情绪起来，确实是，对，旁边的人会影响你很多啦，对，而且现在双机作业，有时候你还必须得同一场戏要演很多遍，对，杨阿姨隔了十几年之后又出来拍，不是为了说希望导入正能量给观众吗？对，然后他后来呢，四机拍完，有时候单机，他就说：“哎，这个导演是要拍，不要拍，他一张会拍这一摆。”他因为那时候已经进入到双机啊，或者是单机，四机就一次过补给。对，他是拍过单机啦，但是为了精致化，所以可能就会我们要符合现在的脚步，就像我们勇气家族一样，除了拍公庙文化、拍歌仔戏文化之外，我们还说，哎。那个音声说他现在在宣传勇气家族还是宣传鬼片，我们下一集就有鬼片的男主角会进来，对然后我们的调色盘呢下一集会更精彩哦，下次见，拜拜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不太拍人给观众看，他们就不爱线顶意思就是说神有神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时机未到，一出戏都是在教人忠孝节义，所以头前那个歹人一定是很嚣掰，到尾一定要死，观众就在打扑克但是你若是无歹人死，观众就说你这在做什么戏啦怎么无神有神报，所以无太歹人让人看，观众不愿线顶，就是这样的意思。